当您拿到全新的 Inspire 2的时候，需要对飞行器进行激活。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激活：首先，使用 USB 数据线连接移动设备与遥控器，开启遥控器，再开启飞行器。请确保您的移动设备已连接网络，点击 DJI GO 4会弹出激活页面。首次连接飞行器需要对硬件模块进行激活，点击后一项，为您的飞行器起名字，点击下一步，设置您的遥感模式，如需自定义可激活后进入遥控设置，默认遥感模式为美国手，点击下一步，设置您的参数单位及视频制式，选择合适的参数作为您的拍摄参数，点击下一步，确认您的激活账号，请注意激活账号不可更换，飞行器的信息将与您的账号绑定，作为维修及售后服务的依据，同时可以接收到官方推送的最新消息。点击激活，激活成功后点击进入相机或点击下一步完成激活，如有新固件升级，激活完成后会有升级固件提示，点击后可进入升级固件界面。感谢您的观看。